这是一款合理搭配，营养均衡的美味蒸饺。玉米面与小麦粉混合加酵母粉醒发后做皮，韭菜搭配猪肉的剁馅，包成饺子蒸熟，暄软的皮，鲜香的馅，好吃到爆。这款蒸饺不但美味，还有着增强机体免疫力、润肠、排毒、减肥、防癌等食疗功效。小麦粉、玉米面粉、酵母粉放到盆中，合成面团醒发，韭菜则洗干净，用冷水浸泡10分钟捞出沥干水，将韭菜切碎，猪肉馅中加油、姜末、盐、料酒、生抽、白糖、白胡椒粉，顺一个方向搅拌上劲。韭菜与搅拌好的猪肉馅放在一起，加芝麻油、盐搅拌均匀成饺子馅，醒发好的面团揉实，做成大小适中的面剂，擀圆做饺子皮，饺子皮中间添加馅，前后片捏盐，包好蒸饺，蒸锅加水，饺子入锅蒸，冷水将饺子入锅，先小火，开锅后再调成大火，蒸熟即可出锅享用。